常常鸣笛伴随鞭炮声响，为2024蓝洋妈祖文化节揭开序幕。20号一到清早，大批信众涌入南方澳渔村一睹宗教盛事。船只万箭齐发，海上绕境壮观场面再现。宜兰年度盛事蓝洋妈祖文化节活动20号盛大登场，吸引大批信众前来一睹风采。海巡署云林舰也前来支持，开放民众登舰参观，寓教于乐成了难忘体验。我相信大家都感受到宜兰一个盛况风情，大家都讲大家对妈祖的外尊严都好。县长林姿妙点燃柱香，等待一切就绪，恭迎神尊起驾，出发北上。金光闪闪的妈祖居高临下，在信众的簇拥之下，神驾顺利登船，正式展开为期3天2夜的海陆绕境庆典。蓝洋妈祖绕境队伍先是从南方澳渔港出发，展开首日的海巡行程，预计2个小时后抵达头城乌石渔港后起驾陆巡，晚间则是驻驾在礁溪泽兰宫。妈祖出巡为地方增添不少热闹气息，借由宗教活动吸引旅游人潮，带动地方经济。三立新闻黄国瑞蔡佑贤宜兰采访报道。